马上上传给大家户外直播啊！喜欢的稍后直接进直播间观看。上传。这个有140斤啊，因为太重了，也没办法把它搬上去，只能让它自己爬上去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有多大啊！有这个车刚好能装下，行，可以，刚好能关上门。好，现在发车，稍后。